世界，大家有不灭的信心，冲向未来，马上幸福，掌声一下，谢谢。趁机可以拿起来拍，在大陆拍照要花2600块人民币。哇，后方有福喽，赞美哦！
下楼往下吃酒吧，哦，太棒了。好，这个最漂亮的人推荐，好，来，
哦，是是是是是，哦，不能听，我那是美女哈、哦。来，首先你好，请在这边。好，哎，最后一位，还有一位哎，没有，我要四位啊，还有一位，那个美女正在减肥当中，只有28，其他是26，其他的上面是33。我们说好了，美女嘞，在这边，在哪里？好，我们现在请你来，被我是观看的来，掌声一下好不好？来。请问这位美女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陈轩。给我们陈轩姐姐掌声鼓一下。啊，这么辣妹，好来气氛。姐姐，请问怎么称呼？你们要跟台下观众讲。好来，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是徐姐啦。来，姐姐。淑文。淑文辣妹，我是徐姐啦。怎么那么小声？大声一点。哎。加油加油！来，姐姐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满足，满足，来，我们给我们满足姐姐欢迎一下。哦，赞赞赞赞！哇，四大美女。那我们四大美女来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来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。来，姐姐，你最可爱，在这里。姐姐，你最美丽。这样，来，姐姐，往前一点，往后往前一点点这边。来，姐姐，你最美丽，请在这里。哦，赞啊赞啊！你最有气质，请在这里。哦，阿叔都没去啊。我俩你最卡哇伊，请在这里。哦，阿叔。这样，那每位侍卫都不会得罪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这边有块布，有块布来，我们来检查一下，是一块布对不对？是一块布。好了，我请四位姐姐一人帮我抓住一个奖。大五郎了，哎，二郎。好，抓紧吧。抓紧，姐姐要抓紧 ，Holy， 抓紧哦，确定抓紧了吗？抓紧，谢谢 ，Please， 好来，我以为该紧了，现在我们这块布要抓紧 ，OK？ 一，好 ，OK， 那等一下我要做什么？很简单，等一下呢，我有双手加气功，把米炒成爆米花，相信的请举手让我知道一下。哦，他们厉害的，相信吗？相信啊！好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不好意思打扰，我们可以结束，大家相信。好，没有，没有，不用了，开玩笑。好，来，我要解他，等一下我会怎么做？等一下呢，我会把米倒下去，然后呢，会说一段咒，天灵灵，地灵灵。来，我们四位姐姐，那天灵灵，地灵灵的时候，眼睛要闭起来。好，我要灵犀灵犀，我们一起灵看到，就来香花度，天兵天将，貂蝉。哎，这个时候呢？这个时候来，你们要变四大美女，貂蝉你要称呼我，我很认真。好，貂蝉，然后西施，你要称呼我，我就好。杨贵妃，王昭君，好，然后接下来说1、2、3，然后台下的观众朋友什么谢我？对，俗话说啊，手举的越高代表什么？智商越高。到时候那时候开始爆爆爆爆爆爆
福，哇！让我们的国字神秘哦，掌声幸福的蹦一拍，我先直接让我们的国字神秘哦，祝愿姐姐们越来越幸福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哦，修修修。好，谢谢，让我们再一次。